我们现在要施作的这两颗啊，是来意剪的龙纹石哈，那都还蛮漂亮的，虽然不大颗。那我们有石友跟李健，就是说这两颗他要，那顺便请我帮他代工抛光成项链哈，钻洞项链。这两颗石头目前帮他清理一下哈，然后形状稍微修一下，到这个程度。我是觉得还没有很干净啊，可以再做了。然后所以就有时间再弄吧。目前是到这个程度，因为脚筋好像都细缝啊洞会比较多，把它弄干净一点好了，再弄圆滑一点。好，就先这样。这两颗是我去来意那边的时候剪的，那顺便帮它抛光做起来了。我们看一下，好，这颗玉质蛮多的，白玉蛮多的，它孔也钻好了哈，这样可以佩戴起来。好，那再另外一颗，看一下。这样洞也是钻好，也是一样做项链的。好，那我们这次这两颗工作就完成了，可以准备让你们找个好归宿啦。好。